大家不要怀疑啊，都是真刀真枪。这一场操起来十几分钟，好，各位不要看一场操演，很像很轻松哦，这十几分钟是很辛苦的。自愿的，请你起立，请你到我的右侧去。恭喜你，欢迎加入。一个两三转转枪，慢慢的十转、六十转、一百转，然后就那慢慢那个自信就慢慢来。我是叫我阿聪，学长，我是阿聪，你是？我走的队形位置，枪法通常告诉你，你们有哪些秘诀。这个是连长可能也不会知道，这排长也不会知道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这样走，走过去的时候要注意谁，看好谁，标旗对正谁，整齐协调。他的协调，每个人就是一百把枪整理出来的，就像是一把枪。好痛！从内心培养出来一个心理层面的一个素质。我觉得这个是当过兵收获最多的地方。